都不吃了，刷干净了吧？啊，暂时给它吃完成了。你只要碰到它，就有那种败傻傻了，都不透明了。你做过吗呀？我讲过。你讲。讲。扁担葫芦其实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熬汤是非常非常难的，我感觉你熬不好你就做不成。就在这个熬汤上来。平常看人家做就感觉非常简单，但是自己上手，反正每次都会输。我建议你别熬了，我们实话实说，我们已经熬了第三锅了，我觉得我们熬的这个实在是熬不成了呗，你就不要给那妹妹做糖葫芦了。这是我给俺姑准备的惊喜礼盒，你们肯定不知道里边是什么，我也不会跟你们说，明天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。我不知道呢。你猜猜。你猜猜。化妆品。化妆品呀，太俗了你。明天我再给你说吧，是他非常想要的东西。本来我们要拍一个那种特别唯美的，然后我们实在是做不成了。我还是给你们看看我爸做的吧，看似很好吃。这个是第一次做的，然后这是第二次、第三次做的，现在还在坚持不懈地做着。我一定能成功。算了吧，要不你说着。